好，大家好，现在为大家来一场三国战无双版的解说。现在诸葛亮来到了，现在是，哎，这第一关就出现了夏侯惇呢。这个基于原版是增加了难度，这个版本。第一关开头就直接出现 BOSS。现在你们看，诸葛亮如果征服这个夏侯惇，夏侯惇还有三管血啊，这个人在这里。啊，又血杀了一下。现在疯狂连起来，感觉诸葛亮的血杀好搞笑啊，感觉有点转起来。哎，被毒到了这一次。这个原版的话，这个木马也是没有的，没有这么多呀，我感觉这里，哎，木马摆放的还不是很整齐啊，位置都给改变了。哎，升了一级。这诸葛亮比原版也要厉害的多啊，这种镰刀。看，如果手速快的话，我感觉都可以无限连了。这个诸葛亮，哦，这个连招也是特别厉害，又连起来。好，继续连。这血杀也是用血杀也升了一级啊。好，再次连招走起。啊，诸葛亮没有冰到他。好，再次走起，这个机会抓的也是很不错，诸葛亮直接就是连的很顺畅，感觉。再砍一下，直接挂掉。好，把这个打爆，这中间里头还里面还有一个吕布啊，还有一个吕布在木马里藏着，这也太给搞笑了。看诸葛亮将他征服。哎，诸葛亮忽然变成了马超啊。哦，吕布一个天下无敌给他雷击中。